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？谁知道？谁知道？一起解弟弟举最快的还什么？为了与民众一同欢庆小过年，埔里镇公所与恒吉宫妈祖庙举办福兔迎祥元宵晚会活动。县议员陈以君、林芳瑜、吴国昌以及苏玉成也到场与民众同庆。感谢埔里镇公所以及咱代表会哈，啊，还有咱妈祖庙哈，啊，来办这个元宵猜灯谜活动。啊，咱民众嘛真感谢热情的参与哈，把咱这过年、小过年这几天哈啊炒到最高点。县议员吴国昌表示，去年因为疫情元宵晚会停办，今年的元宵晚会民众也非常踊跃来参加。吴议员也表示，埔里未来的美好愿景需要镇民、公所以及各级民意代表一起来努力，也期望在小过年，祝愿未来在大家携手合作之下，创造更幸福美满的埔里镇。那么去年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停办，那么今年呢，啊疫情也不容易啊，啊较减缓，所以讲啊，真侪乡亲士大，像讲咱都过年了，这个元宵也是小过年啊，啊伫地方上啊来举办一个活动啊，啊来凝聚地方的这个吼，啊热闹，啊让咱的埔里镇会当吼啊更加好看会到啊呢，埔里镇这个未来啊。啊，就是爱全体所有民意代表、各级民意代表，以及咱的镇民啊，啊，甲公所、甲各乡庙、寺庙共同努力，来创造更加好的环境。副议长潘一全肯定公所以及妈祖庙办理元宵晚会与民众同乐，增加乡亲凝聚力的用心，也希望新的一年里，在大家携手合作之下，埔里未来发展能够越来越好。记者陈伟一埔里采访报道。